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这不是那个今天是过节日嘛，这不，然后我那一点心意啊，那阿紫，这刚才是本来就是给你了的，然后那个啥路上路有点远嘛，你我帮你拿回来的，嗯，对。这个花好能送到我的手里。哇，这感谢天道哥哥送来的这个什么礼物啊？这架楼啥？这个热气球是吧？这个花很像他们经常送的那种花。这是直播间送的那种花是吧？对。这挺像的，这。喜欢吗，阿紫？喜欢。祝你七夕节快乐，好吧？谢谢。这个花呢不是很大，但是呢是一个特别的花啊、哦，因为是阿伟给送的嘛，因为太大了，我怕你抱着。买一朵就够了，以后不要浪费钱。哎，这一朵怎么行呢？这，对吧？一朵是配你妹妹的，这。就买一朵就可以了。你看你这个大美女呢，这必须得要配个。这感谢送来的，感谢。这个应该花。感谢二姐啊、哦、啊！这个花应该很贵。不贵，你看这谈钱都伤感情，这贵不贵不重要，主要是你喜欢，知道吧？是，你看它包装的那么好看，它肯定很贵、嗯。对，主要是它刻这些我们两个的名字，这刻的这比较费劲啊、哦，这。哪里、啊？这花这些字啊字母这些，我们两个，因为我怕你那个，我怕那个又周伟。又周围刻下去的话，怕你妹妹看到了，她又看懂了嘛，她又这样那样的，所以我特意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特意的又一尾刻出来的，看到没有？你的名字，阿伟哥哥祝阿子墨、七夕节快乐。啊、这个，哎，真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不是上面有的，这刻的有的，你以为啊？这刻的有的，我特意地注的，知道吧？我特意地注的，然后因为你可以打中国字嘛、嗯、但是呢这个中国字的话，这个阿姨们看懂了，他又纸上有的哇啊，这是纸上有的、啊、怎么可能纸上有呢？这是我特意让那个、做花的给我地注的，知道吧？嗯，阿紫喜欢吗？喜欢。真的喜欢吗？喜欢。祝你七夕节快乐。谢谢阿伟哥。然后呢？那你要答应我们，的话就买一朵吧。就买一朵就行了。不要浪费钱了，这。那么漂亮，可惜。你看人家美女都一大一大束花的，你怎么可能只配一朵呢？对不对？这。一朵就够了。一朵太少了吧？这一朵，对吧？这必须要一束。对。17朵。17朵、哦、七夕节就是哦，对了嘛，对，你这太聪明了，你这、嗯、太聪明了，你这17朵，开心吗？开心啊。阿紫，嗯。我想对你说的是，我们两个你看这认识也那么几个月了嘛，然后我想跟你说，就是啊，就是你喜欢阿伟跟你送给你的花吗？喜欢啊。嗯，阿紫啊，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嗯，什么话呀，你说呀。我怕我说出来了你又那个啥不想听了吗？阿姨莫的事吗？阿超哥的事吗？这什么阿姨哥阿姨莫阿超哥的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他们两个你就不要管了、就当他习惯了就好了。对，我今天嘛也你看这今天嘛也没有管他们嘛，那阿紫啊，我，你要走了吗？没有，还早呢，那个、晚一点再走吗？这感谢点赞，谢谢各位帅嘛，这，那我出去看一下啊，我出去看一下你等我两分钟，啊，帅哥，这说还是不说呀这。哎呀，这我不知道怎么办了，这。
我怕我说了他拒绝我了，就那个啥了，这该说不该说的这。充电宝对 ，OK。感谢点赞，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们。来，直播间8000多个人，咱们把赞赞点起来好不好？接下来该怎么办？你们知道的，我也是鼓着勇气来的。那么接下来说不说，就看大家怎么支持我了，好吧？这我手机没电了，我叫小王拿个充电宝，好吧？我叫小王拿个充电宝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帅哥姐妹，现在直播间8000个人了，马上9000个人了。这人气啊，这还有这赞赞直接点到100多万了。然后今天晚上啊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必须鼓起勇气说啊，说实话，我因为我上次有一次跟他表白过了，然后呢被他拒绝了那一次，所以我今天也没有就是要跟他表白什么的，我就想着跟他就简单的说出话来嘛。但是我想跟他说说心里话。但是我有点说不出口，知道吗？我怕知道吧？我怕说出去了，又结束了那种，知道吧？我怕说了他，又被他拒绝了，我就，对吧？这一切就一切了。哎呀，这不管怎么样，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我无法退出了，知道吧？无法退出了，我还是勇敢的说吧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。不像个男人是吧？你们不懂，你这我一切的付出，这一路走来，这3-4个月，这一个晚上就哇哈哈了，那这对吧？那我心里面也不甘心啊，对不对？来，咱们把赞赞点起来，好吧？赞赞点起来，我现在就去跟他说，好吧？咱们支持二位的，来，没有关注我的，给我点个关注，好吧？那我还是要说吧，好吧？我还是跟他说了，等一下咱们公屏上就为我加油，好不好？公屏上打出加油，好不好？然后再一起打出来，好吧？那个，嘘。哎，阿紫，那个，我刚刚那个，那不是手机没电了吗？然后我叫小王拿了一下充电宝，拿个充电宝。哎，这个。你是不是想睡觉了？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你看，这才8:59呢，这怎么可能就想睡觉了？至少得11-12点才想睡觉的呢。那个阿伟哥送给你的话喜欢吗？喜欢。哦，是那个，你不要笑嘛，这，阿紫，你看啊，我们两个认识，你看差不多的。我看差不多4个月了吧，有了哦，差不多有四个多月了、嗯。然后呢，这4个多月一直一路走来，点点滴滴啊、哦，有哭有笑，有开心有难过，一路走来也很不如意。然后呢，我希望呢就是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你看这上次嘛，你看花也被你妹妹抢走了，对吧？这该说的也没有跟你说，然后这一次的话就是我想说的就是阿伟哥，其实你我心里面都明白的，对吧？你懂我的意思，你应该也懂我的意思，是你有时候装着不懂那种，你也懂我的意思。阿伟哥这你看这每天跑上跑下的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两个刚刚认识的时候，你也知道我是为了帮助你而来，但后面呢就不只是为了帮助你了嘛，你懂的嘛。为什么？这不你看这前面这认识1-2个月就是就为了帮助你嘛，因为当时我认识你的时候你遇到很多事情，然后也需要我的帮助，对吧？这个确实是这么一回事。然后这后面呢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，然后呢你看这不你也还没有成家嘛，我知道阿伟哥也有配不上你什么的。但是呢，啥呢，伟哥？我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，然后这叔叔阿姨们也看在眼里呢，他们一直以来呢也就说，就是让我跟你表白，然后我一直也没有说出口，因为我不想失去你，知道吧？所以我怕就是被你拒绝了，然后我也就没有耐心就走了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这么结束了，我不想失去你，真的。
所以我一直以来也没有就默默的，就有眼都这样呗，就挺好的。我就默默地把你放在我心里，然后也没有说出来过。但是我说实话，这后面慢慢的就喜欢上你了。然后我确实觉得，刚开始的话我把你当妹妹一样的，但是我觉得最终，哥哥跟妹妹对吧，也会离开的，因为毕竟不是一家人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就我想，就是把你，带在我的身边，我走到哪里你就走到哪里，然后带你到大城市里面去过一些好日子，然后呢，陪着，到时候市里面，我们去大城市里面发展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放心了，知道吧？不然，笑一下也可以的。没有。我不是说了吗？等爸妈回来吗？啊？不是说了吗？等爸妈回来吗？等你爸妈回来是吧？因为我们这边，说实话，这样子的话会很不好的。哪里不好呀？我们跟你们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啊，就是你们催你的人会说闲话是吗？不是你就比如说你看你答应我了，我们也不用。你现在经常来看我，我们就是村里面的人都天天说闲话，只是我没有放在心里而已。你看这。哎呀，那个谁，那个啊，怎么天天跟一个男的，哎，天天的来他们家，什么什么没有关系才怪，怎么样，那些都这样说。他们都这样说吗？但这些都无所谓，主要是他们想怎么说怎么说，对不对？主要是我想让我父母回来再想想嘛。啊，这样子的啊。你是怕你爸妈到时候你爸妈回来了，他们不接受我们在一起，然后到时候就麻烦是吧？谁会伤心的？你，我会伤心的啊。那你不会伤心啊？我伤心是没事哦。你怎么可能？我是怕你伤心，知道吗？去伤心了就不好了。不是你，如果你是怕你们催你的人说闲话的话，你没有催那人，他说就说嘛，无所谓。你可以先答应我呀，但是呢，就是给阿伟哥哥一点安全感嘛，然后呢放在心里，对不对？放在心里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就不一定要干嘛的，不一定就答应我做我女朋友，就不一定要那个啥，对吧？就不用那个啥的。那我都说了呀，我说等我爸妈回来，他们也很快就回来了呀。啊，他们也很快就回来了呀，十月份过年了呀。十一月份吧。对，十一月份。十一月份过年就回来了是吧？这一方面来说呢，我也能理解你，但是阿伟哥也挺不如意的啊，你理解的应该。你看这，那年后就少来一点嘛。你每天跑来跑下的很累的话，你就一个星期来一次就够了。啊，一个星期过来看我们。这不阿伟哥想见你嘛？这不每天来，我这不想你嘛？这不就来了吗？这样你很累啊，你说。哎呀，累是累，但是。你可以先答应我呀，你看这叔叔阿姨们都说你先答应我，然后等你爸妈来了再谈嘛。就比如说，我是怕到时候你爸妈回来了，你爸妈也接受我们在一起，但是你又不接受了，那就麻烦了。那你先答应我，知道吧？你先答应做我女朋友。不会，只要我爸妈答应的话。啊？只要我爸妈答应的话，不会。你先答应做我女朋友，然后你爸妈到时候回来，我跟他谈嘛，我跟他谈。但是你看，又不是说答应让你做我女朋友，就又不是说不行，非要发生个什么那种。搞得等我爸妈回来的时候，哎呀，多吵是细吵的，那样的话会很累的，那样的话你会更累的，阿伟哥。
没事啊，我不会跟你爸妈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了怎么样，对吧？这感谢点赞，谢谢各位技术帅们，来直播间8700多个人，咱们把赞点起来，这赞都110多万了，来给把阿伟为阿伟加油，好不好？